前大会57届医学论坛执行长陈黄州副理事长，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陈黄州副理事长。各位贵宾哦，各位前辈哦，因为很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哦，我在气功方面几十年的心得。那在台湾哦，研究气功跟特异功能方面，我还是有一点点沾上边啊，因为有很多书籍都跟我报道我跟什么中国的严仙啊、张宝胜并列，因为我可以隔空打流，就是隔空发气啊哈。那有一些科学实验是在很多医院做的，也就跟周理事长一起这十几年在做。那我用十分钟全部把它讲完哦，就开始。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热影像仪哈，气功能量研究跟案例说明哦。那气功当然大家都已经讲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哦。那我们到底在有什么特异功能方面呢？那跟各位讲一下哦，我们是在闽盛综合医院哦，陈新爱医师所做的实验。好，那做什么实验呢？就是做这一台仪器的实验哦。那我们用比较快的时间哦，就是我们在10:58开始发功，然后呢，这里面是装高粱酒，那一分钟很奇怪，这个酒就没有掉下来，这个水是往上冲的，这代表有一个气，那这个气从哪边来？我不知道，大家研究一下哦。那这就是一些画面了哦。那所以说，在这个闽盛医院哦，他们也是很奇怪。他说，从温度探讨对照组实验组哦，温度真的有提高哎，然后心脏味都有改变。我在原子大学也做个实验，说把高粱酒的味道变一半，58度变29度，报纸放了很大篇，然后也有隔空治疗过很多的案例哦。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高粱酒变得更浓。那我发现很奇怪，很多癌症的病患哦，真的要死了去找我，那我是隔空跟他治疗，为什么远在美国、远在大陆，他们真的会好？那也因为这样，我跟林雄博士，我的好朋友哦，本来是要开始来开发用相片来治疗人啊，那想说，那唔通安尼开始疯狂，慢慢来啦、啊。好，那我们来说结论，那等一下。他说哈、哦，那个重点哈、哦，在很多医学的报道里面，他说这个水往上冲哈、哦，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呐、啊、哦。那我们来想说哈、哦，气它每个人都有，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它疏通？气是介于物质能量信息的综合体哦。那宇宙间任何物质哦，无论有生命没有生命，它有一股能量，而且能够跟我们周围的能量相应了、哦、那经查文献报道中，以前并没有真实的记录到气功能量可以造成水面张力改变的影像记载。啊，我就做，安尼我嘛无法度。啊，是不是以后再当做，我嘛唔知。谢谢。然后李教授说哈、哦，刚才各位前辈医生都讲了，4%是正常物质。啊，那个隐秘物质就占73%，宇宙能量23%，所以李世成说信息场是有意识的，有能量的，意识体是能与物质世界交互作用，也是隐秘物质的一部分。那我的好朋友是原子大学王立文教授，他发表哈、哦、很多这方面的心智信息能量物质的系统说明。那我在原子大学做的实验是说，用意念去透过电脑来改变很多的那个人身上的病气啊，或者是高粱酒的温度，还有那个味道，也做得很成功。那我们从这边可以了解是说，谈到气功修行的能量修行哦，身体是锻炼气功啊，
啊，心灵是开发特异功能，到达灵魂修炼要成为宗教使命的超感应哦，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神通啊。那我是希望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发这种神通力，因为那我们去等啊，哎，这人还是咪细汉的，还是说跑龙套的人，你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呐、啊、哦。那我们来谈结论的第二点，气功大突破哦，我们世界第一次将人体20分钟即坏死的细胞组织哈，红血球，我们把它收出来。那我灌气1分钟之后，那细胞5个小时还没有死，就是这个报道。那民生医院很多医生吓一跳了，不可思议，尤其是沈宝基医师。那第二个呢，气功内气外放的真实案例啊，我们在调理一个眼睛失明的过程当中哦，我的手啊，被人家拍到了，我的真迹是出现在我的手掌，成为一个很白的一个气团的原型体。那你说我现在发光会不会有这样？我也不知道啊，那哪样谦虚，跟我看见到鬼。好、哦，你看就是这个，谢谢。你看这个是第一次现到的哦。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气功能够创造医学奇迹。有一个几十年哑巴不会说话的人，那廖云婷去报道。被老两公，哎，告退行不行？就叫我气功啊！他们那个时候对这个病患来，我也不晓得，快哑巴。结果当场说话，当场说话 ，TVBS 都有报道。然后他们一个礼拜后，民生医院又打电话给我说：“啊，你们两个扯啊，我做成 A 告 A 白皮都一提啊。”好啊，我就说好，我知道了。所以。然后呢，我们上次在立法院，我们也报告跟各位报告过，世界首次透过电脑发功影像可进化人体血液的科学报告，一滴血科学实验验证，气功对血球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那陈和平医生呢，他说这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可信的念力报告，那是我做的，好，就是这样，含氧量增加，看那个电脑之前是。刮霸掌，看电脑之后就是分开。那个文化大学很多那个资讯系的教授本来要跟我合作，我想啊，这个比电脑容易，啊，电脑还分拖刀，所以商机很大。但是如果人家快不好，别人要办，所以我又没有往这方面发展。那希望在各位前辈的指导之下，这一个事情真的有一天能够成型，我可以奉献我的频率出来，不用钱，但是大家把它造福人类。不然电脑也是害了很多人，谢谢。然后呢，第六，气功修行的步骤就是超凡入圣哦，这个才是我几十年研究的心得。我想拜会了这慈惠堂的堂主，因为我有特异功能，可以知道人的未来，可以知道事情的发展。比如说，1991年，我就知道那个苏联会分裂，然后很早日月潭翻船，我就知道57个人会死掉，我还跟那个姚家穗社长去。祈祷看不要死掉，没有，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未来是可以发可以感应的，你们也都可以修炼成跟宇宙同体的人。人不代表是一个人而已，人是他的能量在跟宇宙交流的。所以气功修行的步骤是超凡入圣，可以从本我、自我、超我、无穷的我开始来发展。本我就是自动物性很强的我嘛，凡夫。自我就是明辨是非的我，君子；超我就是舍己为人的我，伟人。那无穷的我就是宇宙同体的我。凡是圣人、神仙、佛、上帝、点点大，都是同出而异名嘞。所以修炼它是什么意义？道气长存。任何人诞生的意义，就是来成就无穷的我。不需要透过任何宗教性的言语，你这是骗你呀！不要拿明朝的尚方宝剑来斩清朝的官，好不好？宗教它是属于20世纪以前的东西，20世纪未来它是属于你自己成就自己。所以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宗教的语言，也可以同样达到无来无去，就是如来，不生不灭就是能量，就是道，自有拥有就是上帝。相信任何人只要有心肯学，都能够使自己道气长存，到达与宇宙同体、天地合一的自由解脱之际。好，报告完毕，谢谢。
能量交流，谢谢。这个陈华洲先生，说真的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刚好，因为以前我是在20年前推温泉法嘛，那推温泉法要立法，立法要一读、二读、三读，大概弄了10年了。那这10年时间哦，我们两个都很好玩了，对不对？就到处哦，到不同的国家去了。那时候跟那个陈静婷，陈静婷就是以前在游鸿立法院总务那个立法院的那个主任，那推温泉法，然后因为要拜访63个国家，那我拜访63个国家要搞10年，就要分5组，分亚洲、欧洲、美洲，对不对？还有东南亚，五个地区。那我们两个人，那时候还比较年轻人，就是到处这样子，5大洲跑63个国家，轮流跑，轮流跑，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一个因缘啊，那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也是很特意啦。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人生很难讲。他年轻的时候，从中国大陆一柜一柜的叫做古董啊，价值后面的价值连城全部搬到台湾来，我是谁也想不到，一传一传啊。你想看，30年前，你到中国去把所有的古物，对不对？叫那个村，叫做农夫嘛、村夫嘛，从庙里面到哪边全部上传嘛。我跟你讲，银两给人家，你全部把你搬上船，就是搬到他家仓库去了，所以请问这10年来如果没有我们没有那么多谷物就卖个几件我们真的也没那么多钱，还在跑63个国家，所以好了，其实人都是因缘的所以有时候是蛮有意思的，当然它也很好玩的，就是说后来我们去做很多科学实验嘛，到民生医院。也到那个龙总嘛，龙总去做实验，然后包括钟杰都帮我们做很多实验，那些一滴血实验、气功实验，对不对？我还要包括，其实我跟很多医师都看到那气功前、气功后，有时候我们眼睛在看，也不得不相信啊。这气功一个人明明就已经是哑巴了，或者这个人本来就是什么病了，怎么打完之后突然会讲话了？那我那个女生医院看完之后，医师也想说这是什么状况？但你说科学实验，那确实有改善，就是那段时间有改善，可能后来又回来了，也是不一定的。但是我直接说，在那段时间是有改善，也代表气功对身体的康复确实是有这个功能的，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原来声光电子气跟力其实不是只有仪器能产生，原来人体就是声光电子气跟力啊，到最后换个角度，就有人是把自己的身体修炼成就像一个热疗仪一样，有人把自己的身体修炼像这个超频仪一样。我到最后是理解是这个意思了。我发现这就是一个修炼的角度了。都想说对我们两个过去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也要感谢陈华洲先生了，因为后来我们把很多，因为12年前嘛，刚也是12年前，那个刚好为了推温泉法也在12年3年。再读通过了，那时候很多的5大洲的领袖就说，如果你到台湾来办完活动就没有了，可惜啦。那时候我们就跟钟杰研讨，是不是跟民生医院，还有包括跟张龙生因为他是做气功，做那个脑波实验马上定，也算有他的特异的功能在。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集结了学术界、科学界嘛，还有医界，写的这个量子产菌经络养生12年前。那上面当然那时候执政党是民进党执政的所以总统府的总统是阿扁也有写贺函，李秀也有写贺函，3党都写贺函，所以都在看这本书啦。就是说，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当然那本书后来也63个国家都看过科学实验。科学实验，那我们把它写的比较通俗，这本书是比较通俗的角度，就是说解释能量学。那时候也给钟杰看过，钟杰觉得很好，所以钟杰也有写序。就我觉得说，我们能量学写的这本书其实在12年前63个国家都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也是一个过程文化的过程，就是说传统医学、气功传统医学嘛，文化的一个过程也不错。那时候也被很多国家翻成英文跟日文在那流传，我想觉得蛮好玩的。那我现在回到重点，现在要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能量医学协会的理事长林欣刚好莅临，我们是鼓掌先鼓掌。我们请大家自己在自己的过程。